刘公子当街兜搭深圳古仔王，不理他就好了嘛。去年因非礼恐吓男艺人罪成判囚的62岁刘公子，5月获准保释等候上诉，但这段时间都无损刘公子心情。大前日下午如常出动，抹四眼乱能 high tea。虽然是街铺咋，还要坐近窗口，但有帮手，私隐度极高的。行完上海菜，同济风景又咁好，寄养添，全身、半身、大头、侧面、背光，背光咩 pose 都影匀，好满意啊！继续行，全程有讲有笑，刘公子心情咁靓，好事就自然嚟噶啦。睇佢撞到边个？古天乐啊，深圳版呢？亚洲先生张传奇啊，三个女人就一个虚，三个男人围埋倾啲咩？他说他是香港的一个经纪人，他问我有没有在香港工作，我说没有啊。他们他说想不想，我说可以啊，然后他就说可以给我介绍工作。他说什么广告啊、电影啊都可以啊，无所谓啊，我又不熟。你唔熟嘅唔止香港嘅娱乐圈，仲有刘生嘅背景啊！快啲上网温下功课先啦。不理他就好了嘛，太坏啊！三包怎么样？日本科研神奇修身，用榄酵素严选多种蔬果，帮你保持美好身段。用榄酵素，真幸全城。